不太帅、啊，对不对？好，来来来，哎、欸，那个你那一只给你还你老公一下，不要一直握着那一只这样，啊，给他讲几句话一下。啊，谢谢二哥，啊，谢谢二嫂，啊，谢谢我们竹艺宫的理事会，谢谢你们，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干一杯，好来，站站中间啊，寿星，好，来来来，好，今天晚上是我们这个立新娱乐总监陈志伟，那么他也是可以算是啊，我们现在有了他，进入了我们的歌台，让我们的歌台呢蓬荜生辉，然后呢一直一直都在进步当中，所以呢很多很多都是由他来带领的，让我们的歌台呢更加的进步，更加的不一样。所以呢这个掌声我们先给他的努力，先给他的认真，很多很多的掌声来。第二个掌声，干起杯。你看你还两场，他还去那里，好不好？放着就没去，来干一杯！会拍谁啊？我会生你一天而已，落来又真多天。哎呦，真的，生你一天而已，你有没看到？生你确定啊？哎呦，生你一天，你今天真的太好看了。我说我会生你一天而已。一天而已。你跟我合作过真多天，干一杯。啊！我咧干啊咧假的哦，好啦，啊干一杯就一杯。哥来啊，一杯过来我啉啊。无变啊，今日来咪过你干。啊，我提咩啊？我陪你啉啊，是不？你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一杯，一杯，一杯，不好意思。啊，来来来，干一杯，干一杯啦，好啦。来啦，来啦，你看你爱火车咧，干就啊，干就咧。好啦，这个不可以啦。南方五姑娘，谁懂啊？好，谢谢啊，谢谢。那我们要这个，刚刚我讲的是，讲说真的是，真的是他哦，非常的努力，非常认真，大家都有目共睹。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要借助大家的双手，大家的金口，一起来唱一下生日快乐歌，给我们呢这几十年来非常的认真，把我们的这个歌台推向了庄艺大游行，把我们的歌台推向了我们的滨海艺术中心，把我们的歌台现在推向了我们的新传媒的电视台，让了很多很多国家的朋友都可以了解我们的歌台的文化。所以呢，这个掌声，这个祝福，我们就一起来唱，献给他，好不好？来，老师，生日快乐歌，要不要今天晚上的寿星陈志伟？OK， 在许愿当然是要祝福，现在没有要讲那些证件，我知道，就是要
家里都平平安安，大小平平安，最重要最重要，大家都知道上个星期一开始就是个歌台新力量，然后很值得鼓舞的就是这个是第一次歌台跟电视台首次合作的一个综艺节目，那上个星期是第一集，接下来还有今天是第二集，还有总共13集，那每个星期一是新传媒里面呢综艺节目要最强档的一天，那在这几年来每个星期一的综艺节目都在10个点，上个星期一我们各台新力量打破这几天，我们达到12.4点，我们给大家一个掌声鼓励，所以我们在第一集各台新力量我们各台打了一个胜仗，那我们接下来希望能打破15点，那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这也是我今年的生日的愿望，希望大家帮我实现，谢谢你们。吹好，你吹这一边来，你吹这边来。没有啦，没有。好，你有什么祝福的话跟你老公讲一下？在这里呢，首先要祝愿我的老公身体健康，然后呢，我也要祝愿他在事业上面达到一个更高的高峰，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的支持我们立新娱乐制作，谢谢。好，来，这个时间我们还要唱最真诚的一句，但是呢，还有一位，你是呢我们至高无上的这一位大姐大爷，让我们现场掌声的欢迎林如萍小姐。因为一个单独让我嘴不能堵上嘴嘛，啊，可以啊，祝福他心想事成的哈，那希望他这个他的事业哈更辉煌哈，更上一层楼。好，那现在我们就请我们的志伟来切蛋糕。哎，有照相机吗？可以帮我们拍一下吗？现在没有人用照相机了，用很疯了。来，先围到来，围到来这边，围到来这边，平均一下来。好，我们看一下。帮我拍一下，阿刘啊，刘大刘，好，给自己翕相啊，这里，这里，这里。